内地排港心态打压本土意识，句句有骨。怀旧没声音，暴露博巴式营销。惊叹港产片拆亲你条尾咩？内地有作者前日写一篇4000多字嘅评论，话就话评论啊，但系句句有骨咯。暗示香港电影冇好嘢拣，只不过香港电影框咁阔，早就咩都玩过啦。反而内地片冲上大银幕，仲要经内地电检，好似验尸官咁严。鬼神啊、色情啊、赌博、宗教、黑帮呢啲，一律禁播。讲到扼杀创作了，不知道中港边边更加冇好嘢拣呢？至少香港电影人无拘无束，中意拍咩就拍咩啦。唉，近年唔少内地人谈港产片，内地有报章谈香港艺人啲气势，网上讨论区仲隐约渗入啲疑似五毛打手，逢本土意识嘢必反。近期专攻讲明靠内地市场暗招政治嘅红 van， 不过都有啲网民见系真心批评嘅。